爸，进来。爸，你要捧水哦。无，你要甲伊见面。你爱叫美兰阿姨，安尼毋才有礼貌，甚物叫伊？我后来有去找杜承恩，阮讲了安怎，感觉你无要关心。今日安尼讲咧，自从出代志以后。 我就一直关心你啊！我想替你甲因厝内面人拢安顿好，啊嘛一直叫你讲爱控制好你家己的感情。你敢无感觉到爸爸想要保护你的心情？我唔知啊。我即马想要甲你讲，我找杜正了后发生啥物代志，所以你先坐落来听我讲。无啦，爸爸怎啊？今日也不好啊，我无时间啦。家人约好。 你唔敢伫我面头前讲着放美兰，是叫你若是讲着伊，咱爸仔计有冤家吗？小平啊，你有心思，要是有代志要甲我参详时阵，爸爸当时无半时间互你，对无？但是吼，你若是超工要美兰来伊，你外口安尼戆戆等，我是无法度配合你哦。你若是需要人关心，你上少还表现个。 真厉害，真厉害！你算无几届，起码拍比我较准呢。哼，还是你想无闲，无时间陪我耍，看有牵像我。逐天目睭闭紧，搁爱想要创啥，才会晓无时间。等飞把拍生，我搁爱想后一项要耍啥。我就是欣赏你这点啊，永远在学习的，人生的旅途中啊。 脚步拢袂停了，真赞！我无爱你学路啊！哦，好啦，我知啦，我最近较无闲啦，歹势啦，小可指导一下。好啦。来，好，前倾一点，来，准备哦。 你即摆是去创啥？请你出来！离开阮爸。奶奶。小平，天气无看呢，情无拄好。袂啊，等下我跟恁爸爸要去食饭，到店来好不好？若是要参详离开阮爸的代志，我会当考虑一下。恐惊要互你失望啊！ 你创啥？你为着要留伫阮爸的身躯边，你连这拢唔惊哦？恁爸爸甲你栽培到遐尼优秀，我唔相信你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代志。你确定？甲家己的前途毁伫一个你看袂起的查某身上，安尼敢有价值？小平，甲钱放落来，安尼真危险。 你唔听着我，美伦阿姨这么让你啊，莫阮闹落啊！伊让我是为着要得着你的心，一开始就是安尼。小平，我希望咱会好好相处，好好斗阵，莫互恁爸爸为难。你若是行为难阮爸，着离开伊，我绝对无可能接受你踏入去阮我家一脚步。你真乱来啊你！ 我若是要学袂来，亲自我藏两粒。今仔日只是开胃菜，希望会当你改变你的心意。所以来发生啥物代志，我就唔知道。